嗨，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。现在刚刚结束了 MV 的拍摄，然后回到宾馆，马上就来，趁着我还没有卸妆，然后马上来录一期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这个，就是 NARS 的蜜粉饼，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，将 已经被我用成这个样子了，而且这是我的第二块了。可见我有，多喜欢它。它的用处呢，因为它是蜜粉饼，它就是定妆的嘛。然后里面是透明，而且是微闪的，就是说，你用了之后，不会太遮住你原来粉底的光泽。我觉得很好用。然后上妆呢，我用的就是它的，怎么说，最王道的搭配，这个真的很好用。然后，总之，是我很喜欢的产品。希望大家，如果对蜜粉饼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买来试一试，也不是很贵。就是这样，逻辑好像没有很好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